哎，谁让你在这撒尿的？说你呢！ 你是谁啊？你是谁啊？连我你都不知道？泗水亭亭长刘季。你们这儿的人都这么不懂规矩啊？过来。你们家小姐在吗？你问这干什么？ 我还是光棍的，长得特别丑，又胖又矮，而且特别蠢，容易受骗。真的假的？跟你一样。